Anyway， 阿顺，你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在边，或者写每一句话，或者去探视他，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陪伴他，这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很大的力量。那不管结果是怎么样，我们就是做就对了，我们不要去设，不要预设那个结果。你一旦预设那个结果是很难的、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那你就没有那个力气去做，就不会想去做。所以不要预设结果，做就对了。这是我。真的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啊！为什么？因为 AI 已经协助啊，他们准备发起那个全球的联署，那我们要持续下去。AI 号称要几十万人联署，所以我们在台湾也要有几十万人联署这样子的，特别拍垮啊！外国人都这么关心我们台湾，我们台湾自己关心自己的这种司法环境。平常你要不要再讲？对，我们大家讲讲救援救了生这件事情。以你过来人的，你没有说去看邱和生，现在可以去看了。申请啊？为什么被打？申请一次。黑名单。那已经没有了。他在想说，奇怪，你到底想要回来干嘛？传授邱和盛什么秘招嘛？你给你传授，贵文贵侯一样。我建议你去看他。对，你们应该透露一个讯息，告诉我，也是关心他。他如果倒的话，外面。当初其实我们三个也差不多快到了，他是我家人上面的哥哥，他其实有发现我们有点快生不出，然后他是说，虽然他们外面的都知道机会，但是今天大家都有做到什么样子，你不管。只要你们三个撑住，外面的人还有办法住。那我们商量他说：“你们三个，你们也不要想说你们要做什么，你们就好好的，就把自己照顾。人当事人你不在的话，我有做这件事的人都没有办法。”看去看他都是假的。像阿顺他现在还是很，从他写出来的信上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他一直没有放。我跟你讲，他你们看到的，可能会在那个意志消沉，就会表面会影响身体。那是身体，但是他还是会有脆弱的时候。我们以前就是这样，来看我们的，我看都很笑容都很假。嗯。哦，我自己也知道，我像外面的人看也知道很假，那可是当时就很自然就到，因为他也不想外面的人担心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安排一个去，我才会把这个讯息传给他，安定一点。那请他一定要好重。其实他很会照顾自己，只是里面让他没办法去照顾自己。他很想照顾自己，或者是里面没办法让他那个环境，让他那个环境有没有这么大？但是要拿个药都没办法。没有啦，关房间内没有了，大概两间了，这个一半，这个一半关两个人。他的身体是我们在医疗，他的医疗上面，我们还是半小时在里面，半个小时在外面，只有这样子，里面。吃饭、洗澡，这个通通的时间上差不多。我想问，你们开的。